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ndy Fu， 我是 OMSPAY 的创办人，也是一名身心讲师，也同时呢是一个国际认证催眠治疗师。那其实当我开始 OMSPAY 的时候呢，我的初衷非常简单，我希望透过学习的方式，能够让人们呢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方向，然后让人们的生活不再迷茫。透过走进我们 OMSPAY， 能够呢看到生命其实还可以过得更好。不一次就要开始喽 ，Mr. Fu、Madam An 夫妇同时进场。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OMSPAY 创办人 Wendy Fu 老师。是，可是今天为了这个 OMSPAY 的开幕典礼呢，我还是准备了好多好多张的演讲稿，给我一点时间。主感恩，现在每个人在这里的出席和你们这份祝福，我已经深深的收到了。那么我感恩，我现在的演讲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一个颁奖的仪式。我们以掌声邀请我们的 Wendy Fu 老师和他的父母上前台来。我希望各位透过学习的方式，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得到所谓生命当中的成长，由内而外的成长。再来，这种成长呢，也能够带来生活当中的成就，各种的成就，不管是在家庭、事业、金钱、感情、健康上的成就。再来，透过这种成就的累积呢，帮助大家迈向更大的成功。我希望呢，大家可以走进 OMSPAY， 让 OMSPAY 呢能够成就你的未来，让你的未来带来更大的成功。